奇波波，蜜月奇波波，今天你播了吗？YouTube 重量级成员佳宁日前开设新频道蜜月起泡泡，因为不自然的腔调跟手势，被网友质疑是去上了类似邪教的心灵课程。对此，他昨天再度上传新片，揭露创新频道的背后故事。佳宁解释，蜜月起泡泡的蜜是想打造一种秘境感，希望观众在看影片的时候能够感受到一个专属的时空，然后利用这个时空跟空间创造专属的蜜月期。泡泡呢，当初我是从一个拉丁文，它叫 potential 的意思，它就是力量跟潜能的意思。至于你今天 PO 了没这句口号，佳宁解释是为了跟观众拉近距离， PO 的英文叫做 POST， 未来每周可能会创立一个 PO 了没挑战，鼓励大家一起探索生活中的新发现。不过对于邪教、心灵课程等疑虑则没多提。最后他也感谢各大网友的关心，坦诚自己还有很多要努力改进的地方。网友则认为佳宁这集的表现自然很多，熟悉的佳宁回来了，把第一集的理念说出来真的好多了。